部擦撞，从大货车底拖十公尺。救护人员深入大货车车底，使用破坏器材，就是要赶快抢救被卡在车底的受困妇人。嘉义民雄昨天早上发生的这起离奇车祸，疑似是大货车与同向的脚踏车发生擦撞，骑脚踏车的49岁陈姓妇人连人带车被卷进车底，拖行十几公尺才停下来。消防救护队赶到时，发现妇人左手、左脚骨折大出血。是从这边转的，嘿嘿嘿，从航海家过来。我听到声音的时候就已经在下面了。三母刹车声了，三米线。去找台车嘛，我们。夫人被紧急送医手术，肇事原因正由警方调查中。动新闻，小心驾驶报道。